来自不同的心意，秀出你的酷，你用你的天空。敦敦，我觉得你的舞蹈，你记这些动作都没有问题，但是那些律动你是真的要掌握的。我帮他说两句吧，因为他之前也是从来没有学过跳舞的，你到现在。对，我的练习时长3个月。其实我觉得没有问题，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我也算是所谓的女团待了一下哈。当然是，当然是。但是在这个之前，我跳舞真的我很排斥的，我真的很反感的，是因为我觉得我学不会，我动作不协调。但是谁能相信我是那个运动小天才？可是后来我长大了以后，拍了一部电影，摔伤过一次以后，我就有10年不能动。到了浪姐的时候，就跟那个浪姐拼了，因为他们不让我退出，他们只能让我说淘汰，我不要淘汰，谁来淘汰？真的，我不要被海葬，因为我要靠岸，没有办法靠岸，我只能跟着他们乘风破浪。最后搞到了最后，我觉得是可以克服的，就关于那个跳舞。谢谢老师。